20年后来他再来台湾，真的是我们很荣幸。请到天津路上，艺术家过来台湾，尤其来我们台湾白石画廊做展览，谢谢。今日は集まって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今天非常大家欢迎莅临来这里。台湾は28年ぶりなんですね。28年前はとはだいぶ変わったイメージがあって、コロナが明けて台湾に来れて嬉しく思います。我已经隔了28年没有来台湾，这一次来台湾。我觉得变化很多，那因为最近新冠疫情，大家也都在新冠疫情下，希望大家平安。今回私の新しい試みで、新作の抽象画シリーズを描きました。これと昔の武将のシリーズを一緒に並べる天神の初の試みなので、皆さんどう思ったか。ぜひ、あとで感想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。我这次带来我的新作，也带来了我的一些旧作。希望台湾的各位嘉宾们，你们看了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都欢迎跟我交流。谢谢大家，非常开心来到这里。准备的为这一次展览准备的点心餐点。他说，因为这个颜色就是代表我们病毒很多嘛，然后好像陷入深渊。他当初的创作代表是这样子，但是他还是希望未来有希望，有光明，有未来，希望人们能够振奋。所以他真的特别选用他最喜爱的汤圆，让我们人们带来正能量，有希望和未来有长远之路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想要听到你的感想。我的感想，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，我也会猜他是黑洞。黑洞是什么？然后我也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小东西要进去，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在这个黑洞后面的背后的每一幅颜色，像上面那个是九。
谢谢。